啊，我们天线这一章啊，我们要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是什么呢 ？Hertzian dipole antenna，Hertzian dipole 就是赫兹偶极子啊。那么我们导出来它的原厂啊，原厂。电场是 E-theta， 只有 theta component， 磁场呢只有 phi component。 那么我们注意，我们所有兴趣的就是它这个辐射出去以后啊，啊它电场的强度的分布状况啊，这个我们就注意，它是我们注意这个图叫做一面的辐射模式啊，一面的辐射模式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 sin theta 前面这个东西啊都当作是一啊，就 normalized 的 OK， 因为这两个成比例，所以我们只要看一个就好了，前面都是当作一，那么只有后面这个 sin theta 我们取它的绝对值来看，那么这个绝对值的 e theta 呢就是归一化的啊E theta， 所以在 Hertzian dipole 里头，我们就看到这个 E theta 就很简单，就是 sin theta 的绝对值，它的图形啊，叫一面的辐射模式图形，就是像这个图形。好，再来呢，我们就看这个线性的偶极子天线，就是我们现在不是像那个 Hertzian dipole 那么短。我们有个天线比较长，比较长，那么它的电源呢是从中央输入的啊，中央输入，那么它的电流就像这样子啊，然后我们可以导出来啊，我们利用这个 Hertzian dipole 作为一个基础，然后导出来它的原厂，我们现在就注意它的电场就好了。原厂导出来是这个东西 E theta 啊，是等于这个这一项一大堆乘上这个积分，然后最后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啊。这个结果里面呢，我们就看把前面这个当作一啊，前面这个当作一，那么只看这个后面这个 F， 这 F 是什么呢？ F 就是前这个地方的啊，就是这个积分再乘上贝塔 sin theta 啊，最后它是等于这个值，这个值要注意一下，要记一记啊，记一记。这个 f theta 绝对值，我们这个因子我们称它叫做线性偶极天线的一面模式函数，叫做一面啊 e plane 啊 pattern function 模式函数。那么起初我们前面那个只有三西塔，对不对？叫归一化的这个电场啊，绝对值叫一面模式的啊，这个辐射的模式。然后很长的话呢，那它就变成 f 西塔啊 ，f 西塔，这要记一下哈、啊，记一下，它的名称也记一下。这个叫一面模式函数啊 ，E plane pattern function。好，再来我们就看这个 function 告诉我们，像这个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东西啊，可以从这个图形，就是说这个图案，我们可以从 sin theta 的绝对值来看啊 ，sin theta 当 theta 等于零的时候啊。就是零啊 ，theta 是九十度的时候呢，最大值啊，所以它这个因为三 theta 有正有负了，所以啊就是这样子两边啊啊，这个呢，这个模式啊，这个函数模式函数，它就告诉我们这个它的模式图案，就是它的这个图案。跟什么有关呢？跟贝塔 h 有关。
贝塔 H 是什么？这 H 是天线的长度啊，啊，天线的长度。然后西塔跟这个角有，好，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看到一种叫做半坡偶极天线。半坡偶极天线就是说，好像你这里有一个四分之 lambda 的这个 h 等于四分之 lambda 啊，这个天线。可是因为它是在导体地面上面，所以它有个影像啊，这个样子的，就好像说这个天线呢，整个这个天线呢是二分之 lambda， 就是半坡啊。半坡的话呢，啊，如果这个二 h 等于二分之 lambda 的话，那么我们一面模式函数就是前面这个式子，就可以画成这个样子，对不对？因为贝塔 h 是等于二分之帕呀，啊，那么这个 cos 二分之帕就是零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啊。这个要记住啊，哈，这个是半坡偶极天线的一面模式函数。那么它所辐射出来的这个图案，啊，因为它实际，因为这是地下，这是地下，啊，我们这个图案都是在空中，你才收得到，你不会到这个地下去收，啊，所以它只有这个一半，啊，只有前面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上半啊，就这一半，哎，这个记住一下哈，半坡的一面模式是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半坡的话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看这个二元阵列。前面讲的都是单一的一个天线，可是天线呢，有时候我们是好多个天线做某一种的布置啊，某一种的布置，某一种形状的布置，这个就叫做天线的阵列。那么最简单的一种，我们就是看二元阵列，就两个 element， 两个元素啊，两个元素，它们之间要注意，它们之间的距离是 d， 是顺着天线排列的方向啊，排列的方向，排列是 x 的方向，然后它在西塔角的时候，西塔角是从 x 轴开始算啊，西塔角的时候啊，这个 p 点它的这个原长。它的原长呢，我们可以用这个啊，从它这个天线产生的原长跟这个天线产生的原长的向量和啊，就是等于它们两个和啊，我们这个已经讲过了哈，啊，就是说它就是等于啊，我们可以带这个比如说直线的啊天线，两个直线天线变成这样。每一个直线天线呢，我们就是用这一个直线天线啊，这个就是这个直线天线。那本来我们这个直线天线都是用 f 西塔表示，那么在这个地方，因为它跟 phi 角有关呢，所以前面这个东西呢，我们就用 f c 西塔 phi 来表示啊 ，f 西塔 phi 来表示。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二元阵列哈，这个其实我们都讲过，就是我这里提醒一下哈，啊，我们最后可以画成这个样子，啊，画成这个样子。那么要记住这个 psi， 这个 psi 是什么东西呢？啊 ，psi 就是一种像，就是造成的这个相差，啊，那么一个相差就是由距离产生的。就是两个天线之间的距离贝塔 d 产生，然后呢贝塔 d 哈，就这里有这贝塔 d 产生，当然还有这个西塔啊方向，看它是在哪个方向啊。好，那么跟 phi 方向也有关系，然后后面这个 c 啊 c 就是啊，就是由于这两个天线它在时间上面啊的一个相差啊，时间相差，哎，好，这要记住哦哈，啊，于是啊我们就把这个 normalized 哈，啊，最后我们可以说哈，啊，这个一啊
原厂的大小啊，就是我们可以写的 2EM over R0， 每 EM 就是每一个天线它的电场的振幅了啊，那么 R0 就是啊，就是这个啊，因为很远的话这两个差不多了， R0 就是跟 R1 差不多。好，它乘上一个这个 factor 跟这个 factor， 那么这个 factor 呢我们称它叫做基本因子 element factor 啊，基本因子其实我们也可以讲说它叫做元素因子，就是由这个元素本身的特性所产生的啊，元素的排列啦啊这些产生的啊。然后后面这个呢我们称它叫做归一化阵列因子啊 ,normalized array factor, 啊，那么它就是由啊由这个距离产生的相差跟时间产生的相差啊跟这个有关 ,OK, 好，这两个要记住一下它的名称哈 ,FC5, 叫 element factor, 基本因子。cosine 二分之 cosine 的绝对值，我们称它叫做归一化的阵列因子。啊，你看这里我们是用 f theta phi， 我特别再把前面这个列出来，啊，前面这个是单一的话，啊，单一的话没有，啊，没有所谓的 phi 了，啊，它就是，啊 ，phi 都是对称的了，啊，所以单一的就是只有 theta。好，现在我们。接下来哈，下列两种状况的平行半坡偶极天线，我们书上面没有写半坡，就造成很大的一个困扰哈，因为它这个地方用的是半坡偶极值的这个F-theta-phi 哈，好，我们这里把半坡写上去。好，它们之间的距离呢是二分之，第一个距离是半坡长，两个的相差是零，啊，第二个距离是四分之坡长，相差是啊，这是怎么又写成 d 呢？这个 sigma 不是 sigma， 可 c 等于负二分之派哈。好，那么我们要画出它的 h 面。辐射的模式啊 ，H 面辐射的模式。好，那么我们先令 X 轴朝向 Z， 令这个天线是两个天线都放在 X 轴，两个天线都是朝 Z 方向，这两个都是半坡偶极天线，如11-9图所列，就是像这个样子啊。OK， 好。H 面就是当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啊，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好，那每一个偶极子天线均是各项相同性，归一化模式函数呢，就等于归一化的阵列因子啊，这个前面我们也有讲过哈，啊，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A phi。等于这个啊，等于因为最后啊本来是这两个相乘，对不对？这两个相乘，可是这个呢是半坡偶极天线是这个东西啊，然后乘上一个 cos 二分之派，而这个 H 面西塔等于二分之派，西塔等于二分之派的话，这个就马马虎虎等于一，因为这个是零，零啊，这是零 ，cosine theta 是零 ，cosine theta 是零，零的话，这个整个就是零啊，零 ，OK， 整个就是零。好，这 theta 是二分之派啊，那么这是一，这个 cosine 零也是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了，变成一，然后乘 cosine 二分之 cosine，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 cosine， 因为它仅仅只含有 phi。这个角度这个变数，所以我们这就用 A phi 来表示啊， A phi 是等于这个，那么我们要画出它的图呢
啊，本来是要这两个一起画啊，现在就变成只要画这个就好了。啊，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个值里面啊，因为它的 D 跟 C 它是有两个条件啊，有两种不同的条件。好，第一种，当 D 等于二分之 lambda， 就相当于贝塔 D 等于派，可 C 等于零啊。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啊，我们就知道 A phi 是等于啊，就是零了。就是这个是二分之派啊，这个是派，二分之一乘进去就是二分之派，就是这个东西啊。你看，当 phi 等于二分之派，正负二分之派的时候，正负二分之派，那么这个就是零了 ，cos 零度就是一了啊。所以有极大值啊，这个极大值是在侧面，那二分之派就是在这里。就是跟这个垂直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面呢，啊，它的值是最大，啊，最大。那么这是一种叫做宽边阵列，啊，宽边阵列。哎，如果这个 phi 是零度或者是派的话呢，那这是 cos， 这就是正一或者负一啊。这个就是零了哈，所以在这个方向都是零，因此它所画出来的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这边，啊，这个极大值在这里，这个都是零 ，OK， 啊，这是两个天线在这里。好，那么我们再看，这就是由这个物理观点来看，啊，天线。受激发的时候啊，啊，就是天线在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phi 等于二分之派是最大，啊 ，phi 等于二分之派是最大，就是说这两个天线啊，因为它 cos 等于零啊，这两个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线上面的任何一个地方啊，它所到达坡到达的时候都是同步啊，所以是相加的啊。是相长干涉，那到这里头呢，啊，你看这个到这里，跟这个到这里，差一个什么？差一个派，啊，这个当中 ，HD 是派了啊，差一个派角度，差一个派角度就是说，啊，他在这里就是他比他落后派，在这边就是他比这个要落后一个派。所以这两个在这里加起来就是一个相消的干涉啊。好，我们看第二个，如果 D 是四分之 lambda， 那相当于贝塔 D 是等于二分之派，可 C 是负二分之派，它告诉我们等于负二分之派啊。那我们把这个带到归一化的正电因子里头去啊，这个是二分之派，二分之一乘进来就是四分之派。啊，四分之派 ，OK， 啊，可惜是，负二分之派。那在二也提出来，那就是，这个就变成一了哈，啊，因为这是二分之派嘛，啊，那么我们把二分之派也提出来，这就变成一，因为它是负的啊，所以这边就是负一，是这个样子的。好，我们单单从这个数据来看，讲错了。零处，这个是这个零，一减一等于零 ，cos 零度是一，所以最大。在派的地方呢，啊，派的地方负一，负一减负一是二，对不对？负二，负二的话约掉就是二分之派，二分之派就是零了，啊，这个等于零了，等于零，所以等于零的话呢，就是极小，啊，这个是什么？这种状况，啊 ，phi 等于零的地方，啊，等于一最大，啊，这个地方呢是 phi 等于派最小，所以它的形状就是这个样子的哈，啊。这个叫做宽边，它的侧面啊，宽边。这个呢就是顺着这个 array 的
排列方向，顺着 array 的排列方向呢，啊，我们就称它叫做端色阵列，啊 ，end file arrays， 就是从这个阵列的一端、两端哈，当然只有一端射出来，啊，这个就像这个，啊，刚刚我们看的这个图片，啊，好，那么现在我们从物理原理来看哈，我们从相差来看。单单从这个相差来看，端色阵列低是四分之两码，所以贝塔低是二分之派。我们知道一个周期是二派了，这就是四分之一周期而已啊。好，那么 cosine 也是负二分之派，是负二分之派。好，现在我们从 phi 等于零这个地方来看 ，phi 等于零来看哈，右侧偶极值的坡。要比左侧的先到四分之派，四分之 d， 四分之 t 啊，零处，零处 ，OK， 零处，零处是这个到这里要比它要早四分之一个周期，四分之一个周期了哈。好，那么这个它的这个相差呢？你看它的相差，它又比它时间上早了一个负二分之派。负二分之派，啊，一个是四分之 t 相当于二分之派，啊，那么右侧偶极值落后左侧二分之派，所以相当于它的相差是负二分之派，一个是两个先到这个先后到这里，啊，那么它比它领先，啊，二分之派，这个。时间上落后一个二分之派，啊，所以它的总相差呢，啊，总相差就是零，啊，总相差又领先二分之派，又落后二分之派，所以两个波是做相长干涉。如果在拍的地方，就是左边这里啊，左边这里那是右边的左边的先到，右边的后到，所以右边偶极值的波呢。比左侧又后到了四分之一个周期，就相当于右侧要比左侧的相差差落后一个二分负二分之派，落后一个二分之派，就是相差是负二分之派。然后右侧本来就是比这个左侧的在时间上面就要落后负二分之派，所以右侧总共呢就是。这两个相差值啊加起来那就是负派，负派的话正好就是做相消干涉啊，这是纯粹从这个 Poisson 这个来看 OK。 好，现在我们继续从这个地方看下去一下啊，二相式定理，二相式阵列。好，这是三元的二相式，三元的二相式阵列，就是说有两个二元的阵列啊，两个二元阵列，这个是重叠的啊，就是这边的右边的这一对右边的跟这一对左边的重叠，这个就我们错开一点就看得清楚啊，像这样子。好，他们的相它的低呢都是二分之 lambda 啊，他们的距离都是二分之 lambda， 现在我们要啊，它的正负比啊，正负的比值，那就你看这本来是一个，这有两个嘛，所以它正负就是两倍嘛，一比二比一。好，详述这个天线的辐射模式。好，这三个阵列彼此距离二分之 lambda 啊，那么每一个。二元阵列就当作一个辐射源，就是当作一组啊。它们都有元素因子及阵列因子。啊，当 d 等于二分之 lambda， cos 等于零的时候，啊，就是说，如果这个 d 啊是二分之 lambda 啊 ，cos。cos 就是这两个波啊，这两个波
一组一组，它没有相差，它没有相差的话，那么这一组的这个阵列因子啊，阵列因子，现在我们把这个如果当作是一种半坡的哈，半坡偶极天线的话，那么我们前面讲过哈，那么它的 H 面呢，那就是西塔等于九十度的时候啊，那么 A phi 是等于这个，那就是等于这个东西了啊，这个东西啊，我们把这个值带进来啊，贝塔啊，贝塔是二派 over lambda 啊，那么再乘上 d 的话呢，就是等于派了啊，等于派啊，这就是派二分之派 cos phi， 这是零，它就是这个东西啊，这样子的。好，这是每一个、哦、好，那么它现在是两个，两个在这个两个啊，两个二元阵列电场的大小，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啊都加起来的话啊，这两倍了，每一个是这个东西，每一个是这个啊，两倍就是这个值，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啊这个带进去啊，把这个带进去，那么等于四派 over r 零啊，乘上这个啊，这个是 cosine 二分之 cosine 啊，就是等于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嘛啊，就是这个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cos 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二分之派的时候这是零，那 cos 零度是一，所以在二分之派的地方啊，这是绝对是一了，那正负的话就是这边很大啊，然后它等于零度的话或者是派的话，这就是一或者是负一，正负二分之派，这个是零啊，所以在这两边都是零啊，都是零。好，那么由这个模式图形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啊。那这个图形呢、啊、跟这个图形很相像，对不对？不过它比较瘦，看到没有啊，比较瘦就是表示啊它这一边呢、啊，它的主波瓣的这个宽度啊比较小啊，那么它的方向性就比较强一点啊，方向性也比较好啊，就这样子。好，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前面这个啊二相似阵列。好，那么我们这里就看啊，主要就是看我们前面用啊，用这个东西，三个元素之宽边阵列，它是没有旁波瓣的阵列的一种特别类型，啊、称为二相似阵列。就是前面我们这三个元素啊，那么它的特色就是说，我们刚刚看过它没有旁波瓣，这里没有旁波瓣，这是它的特色啊，三个元素。是宽边阵列，这是宽边阵列啊。那么这是没有旁波瓣阵列的一种特别类型，但还有其他类型啊。那这个叫二相似阵列啊。比如说什么叫二相似，比如说具有 N 个元素二相似阵列，其 N 个元素的激发振幅大小顺序是依照二相似展开是各项系数大小的顺序啊。那么二项式我们在这里看，二项式像这里就二项式啊，它展开有这么多项啊，这是第一项的系数是一，第二项是这个啊，然后就是当中这个啊，就是这样子哈、啊、OK， 这是 N 等于是 N 零了哈，
就是 N 一啊，这样排列。OK， 好，那么 N K， 我们现在用这个来表示，就是说这个系数都是像这个样子的了。N K 它就是 N 乘 N 减一 ，N 减二啊，乘的 N 减掉 K 加一，啊，分母就是 K 一个阶乘。好，那么我们上下这都成一个 n 减 k 一个 factor， 啊，这个连续下去就变成 n factor， 啊，那底下就是 n， 本来有个 k factor， 然后又来一个 n 减 k 一个 factor， 啊，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又把它写成 n 减 k 啊 ，n k， 啊，我们可以写成这个样子的 ，OK。好，那么如果是二零的话呢，那么我们带这个式子啊，二阶乘啊 ，k 是零的话就是零阶乘，再乘上二减零阶乘啊，那么二阶乘这个零阶乘是一了，二阶乘又是跟这个二阶乘约上就是变一了啊，二一的话就是二阶乘，然后这是一。factor， 然后二减一个 factor， 底下就是一了，所以这就是二 ，OK， 啊，这个二阶乘，啊二，啊，乘上一个二减二 factor， 这是零就是一，啊，这个一约就是两个约约就是一啊，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三个元素的，比如说三个元素，那就是。第一个正负是一倍，第二个两倍，第三个一倍 ，OK， 啊，是这样子的。二项式阵列中啊，第一值的严格限定是二分之 lambda 啊，所以我们记住它的特色，它的第一就是两个天线之间的距离是二分之一波半。它是没有旁波半的二项式阵列模式，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旁波半啊，不会出现旁波半。这个二项式阵列模式啊，叫有相同数量元素之均匀阵列，啊，也有三个，不过它呢不是一比二比一啊，它就是啊三个一样的东西，就是啊就像这个。像这个样子的，如果你如果我们不是这个一比二比一的话哈，啊，它最后是像这个样子的，哎，像这样子，哎，啊，像这样子的话呢，同数元素的均匀阵列啊，好，这个地方我写错了，应该有较大的波数宽。跟较小的方向性因素啊，那么并不是跟这个比，不是跟这个，这是两个，这是一对而已啊，一对。那么你三个，我们要跟三个比啊，三个跟三个比 ，OK 啊，那么那就较大的波速宽跟较小的方向性因素，啊，那么讲义上也给它改一下好了啊。好，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另外一种啊。叫均匀直线阵列，不是刚刚那个二项式哦，均匀的啊，这里一个，这里一个，这里一个啊，一直排列下来 ，OK， 排列下来。好，它们之间的距离是 d， 就是说它距离会有相位差，还有它时间也有相位差，零 c， 二 c 哈，这样子依次这样，每一个都增加一个 c，OK，啊，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它平面归一化阵列因子，阵列因子啊就是这个啊，第一个我们当作它啊，就是是一，第二个呢 exponential 就是 exponential phi 等于零了哈，啊，这个 exponential phi 等于一啊，就是一倍的 phi 就是零倍的 phi， 这个是。二倍的 psi 是 psi 啊，这个一次啊增加这么多，
就是它的时间相位啊，时间相位，不，这个时间跟那个一起算啊，这个时间跟这个一起算，这个是距离产生的相位，这个是 cos， OK。好，九个啊，我们现在看 n 个把它加起来，然后被 n 来除啊，就是归一化了。我们要等于啊，要让它这个前面等于一了哈。好，那么假如这个右端的多项式乘几，就是它，你看它的这个是它的两倍啊。不，这个是它的一倍，对不对？这个又跟它又差这么多倍，所以它是一个等比级数的一个增大。等比级数的增大呢，那么它的和啊，这么多项的和，按照它的公式就是等于这个东西啊。然后我们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头去啊，这个是什么？我们可以提出一个二分之。这个二分之一的这个，那前面就是变成负二分之一，后面就是变成正的二分之一啊。好，这个也是一样，我们提出一个 j cosine over 2次方啊，这就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样好处就是说，我们这个就可以把它变成 sin cosine 了啊。于是呢，这一项这两个相减啊，就变成二 j sin 负二 j sin 这个啊，那这个就变成负二 j sin 的二分之派啊，所以二 j 都约掉了哈、啊，就剩下这个东西。好，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啊，我们这个只取绝对值啊，只取绝对值的话呢，我们就不考虑这个项。不考虑这个 face 了哈，我们只考虑这个值啊，因此 a phi 就等于 n 分之一 sin n phi n plus sin over 2over sin 二分之 plus sin 啊，这个要记住哈，是这个值，我们等等就不再导它了哈。现在看看。这个有五个元素，这个图是五个元素归一化因子的函数曲线，实际的这个辐射模式是 phi 的函数啊，它真正的是一个是 phi 的函数啊，与这个值有关啊，与它当然跟这个它们之间的距离的相差。还有时间的相差有关呢。好，当这个 phi 从零啊，这个 phi 这个是零了哈、啊，我们应该是看这个图啊 ，phi 这是 phi 了啊 ，phi 就说当然跟这个 d 有关，跟 cos 有关，但是你这个 phi 就是表示。你在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跟这个方向不一样啊，对不对啊？好，那么当 phi 从零转一圈到二分之派转一圈的话啊，转一圈的话，结果它这个转一圈哈，零变化到二分之派的二派的话，那么 cosine 这个值啊它就由你看这个等于零的话呢，它是 beta d 加 c， 如果是因为这个 cosine 啊、cosine 哈，你从你转一圈，你我们这里讲是 cosine 转一圈，可是它这个转一圈的话哈，但是比如说你再转一圈哈，它这个值啊，真正的 cosine 啊，它这个 cosine 只跟什么有关呢？它只是从零到派而已啊，
领导班，你再回来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他到这边的话呢，他也是啊，从领导排而已啊，啊，就是我们方向是转的360度，但是他这个 array 所辐射出去的这个值啊，啊，只是到排而已啊，所以它涵盖了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变化啊，这个 psi 的变化 ，psi 的变化。因为这个不可能是转一圈嘛，只是啊零到派而已嘛啊，所以涵盖了两倍的贝塔 d， 两倍的贝塔 d 呢就等于这个贝塔用二派 over lambda 来带，就等于四派 over lambda 啊，这个范围啊，就说你这个 psi 啊实际上是从这里变化到这个地方啊，变化到这个地方，那么它涵盖的范围呢，哎，就只有两倍的啊，两倍的这个 OK 啊，你这个减这个或者这个减这个啊，它的绝对值就是两倍的贝塔 d， 所以它范围啊就是这么大，这个叫做 visible range， 叫做辐射模式的可见范围啊，可见范围。那你把这个 psi 画出来的话呢，啊，按照就是这个 a psi， 按照 psi 画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图形哈，啊。我们等等看，后面的这个啊，这里我稍微提一下，就是你看它的，我们有这个正列归一化正列因子以后啊，那么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出来，比如说主波瓣的方向啊，就是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值等于 maximum 的时候啊，啊，那么我们可以分宽边正列了啊，宽边正列、端射正列等等啊来看，就说有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可以分，可以由这个图形，它的这个函数图案啊，来看它的这些主波瓣的方向了、零点的位置了、主波瓣的宽度了等等啊。哎，那么它的图案啊 ，pattern。可以用 phi 来表示 ，a phi 也可以用 a psi 表示，也可以用 a phi 表示，啊，因为 phi 跟 psi 啊，它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啊，就是这个关系啊，所以你知道这个图形，也可以用这个图形。好，我们现在从这个式子导出有关的几个显著的特性。一个就是主波瓣啊，主波瓣最大的这个要注意，这个 psi 就是 psi 就是跟它的距离相差与时间相差有关的啊，这是 psi OK 啊。好，这个最大值出现在什么地方？ psi 等于零，psi 等于零的地方啊，啊，就是这个，啊，这个 psi 等于零哈，那就等于是这两个都 approach 是 zero， 啊，那零乘 n 还是零哈，所以就是这个 approach 是零的话，就是这个很小很小，这个很小很小，就可以当做这个，或不要看三，就是这个弧度值。啊，这个很小很小趋于零，这个很小很小趋于零，但是很小很小被很小的东西来除，不见得是零啊，所以它这两个就是一了哈，啊，就好像叫 approach 就是啊零的话就是这个除上这个，但是因为这个很小很小，你乘上 n 也是很小，所以它就是一啊。好，那这个时候psi 等于零的话呢？你看它是等于相差
距离相差跟时间相差，那么它就等于这个。好，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它啊，它主波瓣在什么地方哦？主波瓣在 phi 零这个地方哦 ，phi 零这个啊。好，我们看两种特别重要的宽边阵列。宽边阵列就是说啊，宽边阵列，我们看在 phi 零等于二分之派这个方向，正负二分之派，要达到这个等于零的话啊，那就必须要什么呢？必须要这个值等于零啊，这个值等于零 ，psi 等于零 ，phi 等于二分之派，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啊。啊，这个方向或者在这个方向要有最大值的话，就是 phi 零啊 ，phi 零是特定的角，二分之派或者正二分之派要等于零的话，正二分之派跟负二分之派这个方向的话，啊，那么啊 ，cos 这个就是零啊。cos 这个就是零的话呢，啊 ，cos phi 零就是零啊，那么这个等于零，这个等于零的话，就是它的 c 要等于零，那就是说这几个这些啊都要同向，它的 phase 啊要一样，这个我们照理讲也知道嘛，你在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取它的中间好了啊，二分之派。这个，比如头一个跟尾，头尾两个到这里，相位相同，这个也要相位相同，这是距离的相位哦。那时间相位也要相同啊。那时间相位相同的话，那就是它们之间的时间相差要等于零啊，等于零。好，这是宽边。宽边的这个阵列，如果是端射阵列的话，它是 phi 等于零这个方向，我们说它现在如果是宽边阵列的话呢，就是它的最大值要出现在这里啊，最大值出现在这里啊，那 cos 零等于零度，零度，那么 cos 就是等于一了啊，等于一了 ，phi 等于零度，对不对？啊，这个已经不算，已经是零了啊，所以 cos 就等于负的贝塔 d cos phi 零，那 cos phi 零等于一嘛，所以它就是负的贝塔 d 啊。那么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二元阵列就是满足这种的条件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二元的阵列，就是这个啊，这个那这个 cos 啊 ，cos 等于零的话呢，那宽边在这里，对不对 ？cos 等于零啊。如果是端射阵列的话啊 ，phi 要等于零 ，phi 要等于零啊 ，phi 要等于零 ，cos 等于这个。等于贝塔 d， 如果你这是四分之一，如果这个四分之一个 lambda 的话，那就是二派 over lambda， 就是等于二分之 lambda 啊。好，那么这个是端射阵列啊，端射阵列，就是说宽边阵列它出现在这个阵列方向的两侧。每一个阵列，每一个元素，就元素之间没有时间的相差。那么，如果是端射阵列的话呢？那么它是出现在阵列，就是 phi 零等于零这个方向啊。那么它会有这个相差，相差就是等于负距离相差哈，负。的贝塔 d， OK，
负贝塔 D， 那这个 D 当然要看你这个贝塔 D 是多少啊。好，我们再看零点的位置，刚刚是看它的最大值在什么地方的哈。好，那如果是阵列模式的零点的话呢 ，A phi 等于 A plus 要等于零，那就是说这个要等于零。那这个等于零的话，那就是这个等于零啊。那这个要等于二分之 n plus 要等于 k 的整数倍。这要等于 k 的整数倍啊，那这个啊，就这个一定是零，对不对？这个一定是零啊。那么这个是零整数倍，比如说整数倍这个就相当大了啊，就不能跟刚刚一样说这个也很小，这个也很小啊。好，那么这个啊整数倍 ，OK， 那么这个就是零啊。它等于派的整数倍的时候是零，好，由于 Psi 跟 Psi 是这个东西，对应至宽边阵列与端身阵列之零点位置不一样，啊，不一样，这是宽边阵列跟端身阵列，宽边阵列我们刚刚讲是 Psi 要 C 等于零。端射阵列呢，可是不等于零，啊，所以说，这个 Psi 啊，对于这个两种阵列来讲呢，啊，它的零点位置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好，那么这是零点的位置啊，零点位置就是在这个要等于。二分之 n 波塞等于这个，那你波塞带进去的话，你可以求这个 phi 在什么位置啊？这个 phi 就求出来。如果是端射阵列，就是零；如果是宽边阵列，这个不是零，多少你要带进去，就可以求出它的零点位置在哪里。这个我们以后要此后都要常用到了。然后看主波瓣的宽度。主波瓣的宽度我们怎么算呢？那就要，它就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啊，这个第一个，它零的话它不是零了，是一了。这个区域零的话是这个值等于一了。啊，第一个零值就是在这个值等于派的时候，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换成零一，就是说它的第一个零值旁边的啊，就是它的第一个零值了啊，第一个零点，一个是右边的，一个是左边的啊，当中就是代表它的，我们可以代表它的宽度啊，我们就是不要选它的半功率了，就算它的宽度。那从这里可以算出来。波塞零一是等于正负二派 over n 啊。好，那么如果要把这个，这是波塞，这是主波瓣的宽度，波塞要等于这个，你要把这个换成在什么地方的话，在 phi 等于什么地方的话啊，就是你这个值啊，波塞等于这个，那么它的 phi 等于什么东西呢？那么我们就要先啊得知主波瓣的方向在哪里啊？方向在哪里 ？OK， 啊是在侧面呢，还是在这个 phi 等于零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当然你可以求出来了啊。好，我们现在看宽边阵列的主波瓣。宽度 Psi 等于这个宽边阵列，这个等于零，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了。然后它的最大值是出现在 Psi 零等于二分之派的地方，
二分之派的地方，所以啊，它的这个就等于它的，就等于它啊第一个零点间的角宽度啊，第一个零点间的角宽度啊，这是波塞林，就是中间呐、啊。这个比如说左边跟它差多远，然后右边跟它差多远啊 ？OK， 这我们只是算一个嘛，所以就是乘两倍嘛，两倍的 delta phi， 因为这个不是左右差，这是左或者右对中间的这个角度差啊，所以我们可以求出 cos phi 零一是等于啊 cos， 我们把这个二跟二约掉。cos 零一等于 delta phi 加上 phi 零啊，它等于这个。对，而这个又等于这个值，等于这个值。对，好，那现在我们说，当 cos 二分之等于二分之派的时候 ，cos 零二分之派，好，这个就等于负 sin delta phi 啊，负 sin delta phi，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delta phi 带进来，这个 波塞林 在这里哈、啊、波塞林一，波塞林一，波塞林一是等于这个二派 over n， OK， 正负二派 over n 啊，那么因此我们就把啊 波塞林二派 over n 带进来，啊，带进来，好，那么我们就有这个等于这个，对不对？那么 delta phi 就对 arcsin 的这个，我们把这个 beta 用 two pi over lambda 啊换，就变成这样子了，啊，那么因为这个很小，这里是说当 n 低 n 倍的这个距离啊，啊比它的波长大的很多的时候，就这个很小的时候，就等于这个东西啊。对，这个式子，它导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就是说一个长而均匀的宽边阵列，它主波半角宽度之弧度数，就这个弧度数啊，是阵列长度，阵列长度就是 n over b， 以波长来表示哈，以波长来表示是的两倍。Okay， 这个这里是它宽度是二 delta phi 嘛，啊，二 delta 是等于啊它阵列长度导数值的两倍，但是这个阵列长度要用波长来算。Okay， 好，如果是端射阵列的话，波塞零是零，然后这个是等于负 lambda 负贝塔 d 啊，负贝塔 d。好，那么我们把它带到这个里头去，比如说波塞本来是等于这个，那现在我们从这个是等于负贝塔 d 哦，带进去了，把贝塔 d 提出来就 cos phi 减一，那 cos phi 零就说这个是啊。波塞phi 零就是phi 零，它是等于啊，这个是零的话，这就是波塞零一了，就是二派 over n 了哈，是等于这个字。当 delta phi 很小的时候 ，cosine phi 零一 ，cosine phi 零一等于 cosine delta phi。要看前面哈，在这里 ，OK， 啊 ，cos phi 很小的时候，啊 ，cos phi 零一，马马虎虎等于 cos delta phi 啊 ，delta phi， 然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cos delta phi， 因为这个很小了啊，我们用它的级数把它展开，啊，就变成这个样子。cos delta phi 用级数展开，
后面的值就不要了，因为 delta phi 很小。好，然后我们这个值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那 cosine phi 零一要等于啊二分之，我看看啊 ，OK cosine phi 这个我们把这个一拿过来啊，它等于负的 delta phi 平方 over two。那等于负的 lambda over nd 啊，因为这里已经算出来 cosine phi 很小的话哈，它是等于这个值，对不对？然后 cosine 这个减了，它等于这个，把我们带到这个里头去。OK， 这里已经是哈，这个本来就等于这个值啊，本来等于这个值，我们把这个东西，把这个啊。这一端已经等于这一端了啊 ，OK， 然后这个 cosine 零一减一是等于负的这个啊，所以就有这个关系 ，OK， 啊，好，从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就求出 delta phi， 这个就是它的主波瓣的宽度啊，那么因为这个。这个就是二十六式了啊，就是上面这个字，就是那个这个是宽边阵列的，我们将宽边阵列的这个宽边阵列的主波瓣的宽度跟这个跟现在这个端色阵列的来比较的话呢，我们知道均匀端色阵列的主波瓣宽度，均匀的较同长度均匀宽边阵列为大啊，宽边阵列相当于这个端色阵列是这个。好，这两个做比较的话，你看这两个一比一比啊，平方比啊，比一比是等于这个，然后因为nd 大于二分之 lambda， 所以这个是小于一 ，OK， 所以宽边的啊，要比这个端色的啊要来的小 ，OK。好，现在我们看旁波瓣的位置，旁波瓣的位置，旁波瓣就是说要怎么看呢？就是看这个分子有最大值的地方。因为它主波瓣下来就是零了，零值了，零值再下来就第一个最大值啊，第一个最大值就是旁波瓣的最大值，啊、就看它第一个，马马虎虎就定义它啊，第一个最大值出现在什么地方？啊，第一个最大值要出现就是说你这个有极大值的地方，就是当这个值。是等于二分之派的奇数倍的时候，二分之派的奇数倍的时候，啊，那这个，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值啊，它不是二分之一，啊，它不是这个一，分子和分子有最大值的地方，分子有最大值的地方哈、啊，那就是二分之派再二分之派或者负二分之派的奇数倍。啊，那就是 n cosine over two 等于正负二 m 加一乘二分之派。好，第一个旁波瓣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啊，那就是当 m 等于一的时候啊，那是二分之三派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但是这只是 cosine 而已哦，并不是旁波瓣的位置哦。这个位置你要把它的什么？phi 要求出来，把它的 phi 要求出来啊，那才算是知道它的位置啊。我们等等会有个例题给各位看啊。好，然后我们看旁波瓣的级数，它是有多强啊，有多强 ？OK，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把这个，这是旁波瓣啊，这个值。当
这个是第一个庞波班，就是二分之三拍的时候，二分之 n 普赛等于二分之三拍的正负二分之三拍的时候啊，那么带进去啊 A 发是等于0.212，这个就是算这个等于这个，就是这个很容易看啊，但就是说它等于这个值。那 sin 二分之 n cos 等于正负一啊，所以 sin 的二分之 cos 是等于啊这 n 除过来等于这个值。n 很大，就是、啊、n 很大的时候啊 ，n 值很大，它可以马马虎虎等于它，因为 n 值很大的话呢，啊，这个就代表很小，所以它就马马虎虎等于这个。那因此，啊，这个跟这个比，啊，这正负一，这个算出来就等于这个。啊 ，b 值是3/2，对，啊 ，a 发是等于0.212，0.212，你也看不出来啊，它这个是只是 a 发而已啊，啊，那么你要看它的位置在哪里呢？要看它的强度啊，要看它的发角在哪里，啊，等一等我会算给各位看啊。如果把这个用这个用。分倍数来算的话，啊，因为这是代表强度了，啊，这个代表这个，代表它的电场了，所以要用二十啊，二十 log， 啊，一 over 这个就是比较弱了，这个原来哈，就是比较弱，你如果正的话，就是说要比较少这么多，要比主波半。要少一个13.5 dB， 主波瓣我们通常都把它当作是一个 dB， 那现在这个比它少这么多个 dB， 或者你直接可以算它是负的，就是 log 0.212，那就是负的啊。好，那么这个我们看这个值啊，跟 n 值没有关系，与 n越来越大，啊，都没有关系，因为这个 n。